主料，罗非鱼片15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酱油、鸡蛋一个，淀粉、味精、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在超市买回来的罗非鱼片，拿出两片，用凉水泡一下，洗干净，将鱼肉切丁，倒入少许酱油、盐、味精、糖，打入一个鸡蛋，倒入适量的淀粉，均匀搅拌，在锅里倒入半锅油，倒入腌好的鱼肉丁，用中火炸鱼肉，一面炸硬点就翻面，不停地搅动，大约炸两分钟左右，鱼肉全部变成金黄色的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中火炸鱼，勤发动防止炸糊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